云向晚，虽说你马上就要和小韩离婚了，但毕竟还没有离。你这样公然和别的男人成双入对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董夫人，我做什么事情好像你没资格管吧？我没资格，小韩亲妈不在了，我就是他亲妈，江家的主母。你看江总，他认你吗？你，我们走吧。韩老板，他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要跟小韩离婚吗？是，爷爷今天就会宣布。太好了，老板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沐恒哥哥，沐恒哥哥，好久不见呀、啊，你变得更帅了。你是？沐恒哥哥，我是潇潇呀，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的。潇潇，不记得了。老板，你明天就嫁给我，好不好？苏沐恒，你是来拜寿的，还是来求偶的？